那个看到这个场地有点惊讶，怎么这么大？真的，今天呢，虽然有很多的记者会，但是呢，媒体朋友大家也都来为这张专辑做报道，这样。谢谢。对，好，一开始我们先来拍照好吗？好，阿哲来，我们啊，就是说啊，你啊，用空出来的时间要去完成很多的梦想。对。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，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，露露听我说这个舞台剧，你竟然演了50场。对，其实舞台剧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也是真的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境界。然后从之前花季未了就被那个莫名其妙的拱上了团长，对，然后就开始全新的投入。那当然呢，也做了这个音乐话剧的这个音乐。那最后呢，真的没想到就去演了，而且一演还演了50场。对，演了50场，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就在巡回了嘛。对、啊，其实我们巡回就巡回了大概如果是内地跟台湾的话，大概3个月的时间。那再加上前置的，比如说从彩排开始到整个这个行程，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吧。对，因为你经常不断的在许多的城市，还包括还有一些音乐的演出，所以呢，前几天我有跟张信哲见面，然后他跟我说我要发片了，然后那时候我还想，你怎么可能有时间录音啊？有啦，空出来的时间就要拿来录音。对，那可是呢，在这次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，那概念就是你自己说啊，中年叛逆啊。对，是怎么样？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？是你要告诉各位你中年，还是要告诉各位你很叛逆？也不是，我是只是提醒大家，那个人生呢，其实有很多的阶段。那其实应该把握每一个阶段的时间，做这个自己应该那个去追求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。那我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其实从露露听我说开始，因为我演的那个角色呢，是一个遇到中年危机的那个居家男人。哦，真的。那所以呢，他遇到自己的问题，那当然也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解决。那我在做这个人物的这个设计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在想，那我自己年纪也差不多了，好，中年的感觉也差不多要来了。对，那其实进入这一行呢，我是从大学的时候，根本就是完全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的阶段，就直接进入这一行，然后一直到现在。对，那年轻的时候呢，就为了要证明自己真的可以做到，然后要为了要让那个公司啊同事呢，对我一直很有信心，所以就很努力的投入工作。然后我觉得到现在呢，是一个让我重新思考的阶段。那所以我觉得趁现在我还玩得动的时候呢，或者说我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理想可以去追求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趁这个时间好好的去享受生命，或者享受人生，再去玩一些，或者做一些年轻的时候很想要做，但是呢，为了工作放弃的一些东西。对，包括听说在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曲风。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在人生里面有一些还没有完成的梦想，包括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因为我们都认为你蛮书生的嘛，很多人都觉得你是情歌王子吧。对，但没有想到你私下的活动力是蛮叛逆的这样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，当然艺文这个部分是有的，就是大家比较常看到的，我就比较了解。那但是其实呢，我从学生时代其实就蛮户外的。对。但只是说我的户外可能跟大家去打篮球啦、什么那种的不太一样。对啊，我就连第一次听到张信哲是开车来，然后说啊，原来你会开车哦，什么东西？对，我又想说，我都一直以为情歌王子就真的是很书生的感觉。我还坐马车来。对，但是今天我们还有更爆炸性的爆料啊，待会各位就会知道了。而在这次的专辑里面，我觉得很棒，就是呢，你也找了一些不同的音乐人来做合作。对，包括呢，萧煌奇。对啊，这个组合蛮新鲜的。对啊。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，那只是呢，我上一次在花季未了的时候呢，透过葛启宏，认识了萧煌奇，然后也请他呢帮花季未了做一个插曲，是。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的开始。那这一次我在做新专辑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他呢是一个可以帮你写歌，对，他可以帮我写歌。一开始只是说邀歌这样子，那没想到邀来的歌呢，我就觉得是一个
让我很惊艳的歌，所以我开始在想说，如果只有光写歌邀歌，很像还不过瘾啊，所以你想我觉得应该有多一点的合作。对，那这一次呢，我就想说请他来当我的制作人，帮你制作他写的那首 歌，然后呢也邀请他一起来合唱。对。而且他们两个人唱了一首歌叫《换房间》啊，对，到底在这个萧煌奇心目中要写什么样的歌给张信哲比较好呢？对，好，对，而且这个 title 又这么特别，我们一起来欢迎萧煌奇。好，这个呢，煌奇在今天呢也要在现场，听说你们是首次现场合唱，对，而且排都没排过，对，你们好叛逆哦，根本不需要排啊，阿哲怎么会唱歌？我们就是从这个房间换到这个房间来唱歌了。对，现在换这个房间，是从录音室到这个大的这个饭店来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听他们两个人演唱《换房间》。OK， 这是第一次唱，唱的好不好我不知道。只要不要断落，不做就好。反正你尽量。我配合，你就一直唱就好了。我就一直唱，我合音呢。